用这呢这秘方起来进行的做糖醋的餐厅，一杯年糕食食好料理好就对啦。这一只年糕像这只细细只，这只就头三斤重啊，规尾敢那肉尔，这只肉白色的哦，纯算是这种肉的肉质啦。这个年糕啦，菜价买起来，哇，这只大细只差济，大只加细只好无？是安尼啊，加嘛加袂拄好。啊，这只卖讲开800，两只开偌济？1600元啊。买只，这是真正的，我捌看人年糕花2000的，有只啊，遐红条花3000的，一届3000哦。这个三千的，哎，大只好大，只好大哦，不要紧啦。啊，都我跟你讲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只较大，这只小蛋的，无要等下冤家。四个人去，我这大细只价都还好。你听我讲哦，爱吃一人买买就燕锅鱼哦，四个人去，我买一尾，送一尾就对啊。这只燕锅鱼大买来800，这两尾卖讲1600-1500，1500800，最后一句，老板。一个尾哦，搁一个野手者。来，我甲咱招两个野手，后边两个看谁野较手野较紧的。来，阿姐，你先野手，你要倒一半。嗯，我要这个，还有那只大的。你这个哦，来，我跟你听我讲，你只小蛋者哦，啊，你的这半哩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400对。我拄只讲要招一个野手的，这本子空落去啊，这个后边少年老弟来，搁400来，这个加半的。那这个好了，这个再拿一。我是讲你来袂要紧，这盘是内底上上赞的，你来，你买两盘就对了，800。来，就这只嘞，这只嘛400好不好？就刚才这只。你买800了。我跟你讲，阿姐，你听我讲好不好？你等一下，找你啊。阿姐来，你过来。阿姐，那300给你，你的先放这里啊，刚好这个盘子给你装了，这个300块好不好？青菜了，爱吃做一遍啊，这只够你啊。来，这大只鲈鱼，还是要吃啥？咸菜。